有关土地跟粮食生产的问题，然后再讲，接下来这首歌要讲北部的梯田文化，就是以前北部其实现在大部分人吃的稻米都来自可能浊水溪啊，然后不是浊水溪公社，就是浊水溪流域云林那边什么西螺那里，或是台南后壁昆明北，或是花莲台东池上很有名，但是以前北部也有很多地方在种稻米，但是现在越来越少。然后有一个地方叫三芝，它那个地方其实都是山坡地了，不太好利用。但是那个地方曾经是整个台北县，还没有新北市，台北县那个生产稻米最多的地方，他们都把稻米稻子种在梯田上面，那个景色非常漂亮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叫《田鸭城》，我就怀念以前那个梯田上面种满了稻子那种景象，可以。大熊的东西。